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威廉王子的直播间。大家晚上好啊，今天又是星期一了哦。首先呢，请大家帮我们公开分享啊，记得刚刚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哦。来，我们要一起公开分享啊，现在。Hello， 欢迎进来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把直播公开分享出去啊。OK， 我们一起做。可以的话也帮我们就是分享到各大的群组。然后进来的朋友记得可以跟 Benjamin 打一个招呼啊。Hello Derek。Hello LS Gun。Eric， 哇，这样快就 William， 欧巴，你有看欧巴咩？有看我吗？Hello Jeffrey， 哇、wow, ，记得赶快分享出去啊！因为今天我们有要介绍两款车哈，都是属于暗色系的。今天有黑色，有灰色啊。今天有什么？雷克萨斯，我们有今天有一辆野马啊。要看那只马哦，叫的吉野，今天就要进来了哈。OK， 哇、wow, ，Derek。谢谢你跟 Benjamin 讲生日快乐，分享一下可以啊，晨可以啊，记得现在就帮我公开分享。Hello， 郭优生，你很漂亮，谢谢你。我Miss Cool 的朋友，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哦。OK， 给你们看看今天直播什么车啊？可以，等一下哦，你们留守到等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就会给大家来听看这只马叫的。叫的怎么野啊？吉野，叫的吉野 ，OK。所以这两辆是灰色的啊 ，OK。我们今天有这辆，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车外观，你看，啊、它设计是很美的。我看到我都喜欢了哎，我要把我的那个 dream car 换一下。但是我有钱就好，我两辆都买。啊，人可能就不一定只有一辆 dream car， 可能有好几辆的嘛。OK， 除了那个。野马之外呢，我们今天还会介绍这辆雷克萨斯啊，雷克萨斯，这辆雷克萨斯是2016年的哦。我已经分享了，谢谢哥。不过你记得要公开分享啊，因为公开分享我才会看到你已经分享，因为现在我还看不到你我那个分享者的标志。你可以转一圈吗？我再带你们转一圈，你们看到吗？啊，我们先看车先。OK， 哇、wow, 哦 ，Daddy 有给我星星是吗？有send星星啊！啊，你们记得哈、啊，给我一点爱心，除了给爱心，也可以给五角星的星哦。啊，看一下今天要见要热闹一点。美女，很像你 Facebook 吗？你是我的好友了是吗 ？Daddy， 哇哦，记得在 line 在线上的朋友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出去啊，因为今天是啊。有人懂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的心愿来的，我的心愿就是啊，你们最少一个人公开分享一次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啊，然后今天又有这么好的车，你看，除了这样啊，今天还有礼物送哎，今天还有礼物送，是不是很好？我都还没有收到礼物，你们就可以拿礼物了哎，对不对 ？Hello。哥，为什么你要哭？这么多个哭的吗 ？Hello， 新叔 ，nice 哥，谢谢你。哦，等一下再转给你，你先帮我公开分享先。今天人数要到啊，你要人数到哦，我转几圈都没有问题 ，OK？ 你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去各大群组啊。哎，因为今天有两款车，雷克萨斯几个 A 的。啊 ，LS 哥，你厉害，你会问几个 A， 但是等一下就可以给你知道几个 A 啊 ，OK， 就是要帮我分享先啊。今天是星期一啊，所以我们今天 Monday Blue 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来看直播了就不 Blue 了啊，所以要记得分享啊，多多人进来看热闹一点啊。哎，可以刷上你们爱心嘛？我今天看不到爱心了嘞，为什么哈、啊？你们又给我爱心吗？又给我爱心吗？快点把爱心刷上来，给 Benjamin 看到有一点爱心好吗？你看这里空空荡荡，没有一点爱心的嘞。我要自己给自己爱心了咯，这样的话，你看呢？快点爱心刷上来 ，OK？ 因为今天我们有
两车只要介绍啊。啊，有没有雷克萨斯的粉丝？有雷克萨斯的粉丝哦，可以也是啊 ，say 一个 hello 一下。我想看最大个车，最大个车是什么？最大个车 ，logo 大可以吗？野马多少钱？哎，哇，等一下我们会介绍，然后会跟你们讲价钱哦。哇哦，记得爱心不要忘记刷上来哈，爱心不要忘记刷上来。啊，今天给我们的直播热闹一点，给我开心一点，可以吗？这是我的愿望来的哦。我想要看四个门的车哦，今天有两个门，有四个门啊，所以要看两个门，要看四个门的朋友们啊，今天的直播就对了啊，因为有两个门，有四个门。虽然等一下，多一下子我们就会开始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车款哦，所以你们哦，再帮我们公开分享出去啊，因为不要忘记，我还有王子的嘞，我的王子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像公主吗？今天有没有像公主？讲话，今天没有说我风有点热，懂吗 ？OK， 记得、啊、爱心刷上来，虽然我没有抽到，等下有礼物送你们，你们现在可以送我礼物，就是把爱心刷上来先，啊，爱心刷上来先啊，然后记得公开分享哦，刚刚进来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打一个招呼啊，给我知道你们在我们的线上好吗 ？OK， 再给你们转一圈，看这只。野马，好，看一下野马，啊，你看它车头不一样啊，是不是它车头不一样哦？啊，你看它旁边有 logo 的，还有那只马，啊，等一下给你们听看它怎么叫，啊，刚才一听到刚才我来的时候刹车那个声音，哇，我就非常喜欢。本杰明最喜欢这种有冲力的车，好吗？跑得快的车，啊，你看它的 logo， 看到吗？哇，极美啊，这只马。超美的 ，OK， 所以记得啊，很卡，这样子你们看退出去再进来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啊？有时哦，就是你要退出去再进来过，啊，看一下网线就会好一点。四个门的车可以发动给我看吗？先给你看这两是吗？好吧，这两雷克萨斯是四个门的。啊，四个门的雷克萨斯哈，啊，所以哦，等一下我们就会介绍，所以你要留守一下嘞，哥，你有在吗？你，怎么你哭，你要哭的话今天要笑啊，爱心刷上来啊，爱心刷上来啊 ，OK， 我看到我的王子出现了，我们一起刷个赞，给他掌声鼓励，欢迎他出场。Hello， 哎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哎。欢迎来到我的威廉王子的直播，哎，帮忙一下，给点礼物来。今天 Benjamin 生日啊，今天他叫他来做工，你看你们海量这样给你们看啊，今天本来 offer， 人还是来啊，所以哦，帮忙一下来，给一点爱心，帮忙 share 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好，来，或者是你们要给爱心，要掉花可以的，掉90粒，掉100粒都可以，看你今天可以拿到一星。那五个角了啊，五个角底下有那星星哦，你们就可以直接送给他。赠送给他，好不好？诶 ，OK 吗？先往先。OK， 你叫 OK 吗？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帅哥，你叫什么名？哦，喂，你好，我叫威廉。威廉，啊，你叫王子是 OK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两辆车子要推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有礼物送哦。哇，今天还有礼物送诶，极好哦。好，所以就把你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先。你像我们要送礼物的话，就是。for 分享者啊，不要忘记也要公开分享耶，上面有分享者的才有机会拿到、哦、对，可能上几天你们直播你们拿不到的，你们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啊。对，哎呦，我的卡了，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啊，就是公开分享，把那个分享换成地球啊，换成地球。哎，啊，又送个新组哦，这个哦 Wave Seal 啊，哎 Thank you 啊。哎，你们刷上来，来，我们刷上来，我们给 Benjamin 一个祝福，来，我们写个生日快乐，来，我们给他一个祝福，来。雪英，谢谢你。好、哦，祝他年年一样18岁啊！他今年刚刚满18岁。对。好、哦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今天穿像公主这样，公主一样啊。有啊，这个公主风哦。所以我们来，我们刷一个生日快乐，来，我们刷给他，刷给他，给他幸福化啦，今年。然后身体健康可以吗？万事如意可以吗？心想事成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来，刚刚
写一下，我看不到有写啦。有哦 ，Mr. Ha， 谢谢。哦。还有，想看嘛？陶子浩想看嘛 ？Where is Berlinda？ Berlinda， Berlinda 今天没有来啊 ，Berlinda， 因为今天换人。谢谢珊珊，谢谢 Derry。用自动网线。38岁，对我用自己。公司网线不行，不给力。哇，谢谢 Web。买车算便宜点 ，Web 讲他买车算便宜点，都给你买先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你买。分享一下，等一下我们送礼物啊，我们送礼物啊，今天就任杰林来，我们就轻松一点的，我们一样送礼物。今天讲车讲少一点，我们讲任杰林讲多一点。任杰林有什么好讲啊？有啦，一定有故事吧，每个人的故事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每个人的故事嘛，来分享。等一下我们送礼物啊，给他们送礼物，好，分享。哇，谢谢 Jack Wu。任杰林18岁啊，有。刚18岁，是啊，看不出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看不出。刚刚18岁，刚刚到了今天了。哦，今天刚刚18岁，所以你们上几天看啦、啊，都是17岁啦，17岁半啊，这样的情况刚刚好18岁满18岁。18岁可以哦，可以考车了。可以考车啊？17岁考车不是吗？17啊。是啊。OK。Hello， 美李李娜妹 ，Happy Birthday 哇！哎，娜娜姐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娜娜姐。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我们要先送礼物先吗？还是先讲车先？我们看到分享，今天有6份啊，给我们6份，开场门给大家开心一下喽。开心一下，那人很少哎，才不到100个。我们破先啊，破人数先、啊。我们破百先，破百我们再送。我们等一下再送。今天每个这样含蓄的奇怪的，来，我们分享多一点，我有点不大对，我觉得。人这样少了今天，等一下啊，哪一个？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吗 ？Benjamin 啊，他叫 Benjamin 啊，我是 Benjamin 啊 ，Benjamin。等一下啊，我多分享一点啊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少人，今天开播每次百多人了，这么今天才几十条水，不够，来分享啊！等一下我们有送礼物，分享者都拿到礼物啊。可以记得帮忙一下，公开分享一下哦。是啊，你们在家里吃东西、喝着水、看个礼物，哎，看直播有礼物送。看礼物，没有错，看礼物， okay. 可以吗 ？Hello， 陈维斌，晚上好。哦，这条水跑出来了。嗯，跑出来了。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哦。是啊。按到自己去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什么问题？你要按到字怀疑。哦，你要上镜哈。没有。我的 cameraman 要上。他哦，电视在科本的那边吗？我是在这个美乐花园，就是在科本的各一条街就对了。各一条街。哦、他们要快点了，他 LS 刚要睡觉了。OK， 来，我们看第一辆车，雷克萨斯 Lexus RS 200。这个Vision L 的Vision L 的啊，来拍一下来，我们看一下来，这个目前为止哦 ，market 很少，有什么很少哎？然后给你看什么叫很少，因为这种 Vision L 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版本，而且呢，这辆车子啊很 full spec 啦，什么都有。憨巴烂都有啊，对，憨巴烂都有。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华语叫憨巴烂都有啦，憨巴烂都有哦。所以呢，这辆车子你要找这种 SUV 款的话，这辆车刚你。对，所以快一点啦、啊，很多人分享。哦，很多人分享啊。对，晚上好。哎，进来的第一次进来的，或者是刚刚进来的，或者是来过很多次，来，我们打个招呼，我们 say 个 hi 一下，好、哦。打个招呼，或是晚上好，可以。你要写 Vangeline 很美也可以，你要写生日快乐给 Vangeline 都 OK， 可以吗？来，我们写一下，我们给一点互动一下。哦，女神生日快乐，我怕我又抽中我，哇，张一病，运气是会被用完的啊，注意啊，哈哈哈。哦，张一病，可以吗？这样子跟你讲可以吗？今天是 Monday Blue， 没有错。Monday Blue， 对，所以快点进来看就对了。没有错，就没有错了。没有错。
对，我们继续来，我们继续讲这辆车子。来，啊 ，Vision L 啊，然后 SUV 大家都懂啊，你知道什么是 SUV 吗？就是啊，它是 short form 的 ，short form Sport Uni Vigor。Vigor。啊。就是 SUV 啦，我知道它是高车。对对对，就是看到它比较高的，都是就是属于 SUV 款 ，SUV 款，然后配一个20.5英寸的这个20寸的 Sport Ring 啊 ，Sport Ring 是属于20寸哦，所以它不大不小哦，其实算是很大，20寸的。20寸是很大。很大哦，对啊，20寸是很大的，没有错，这个是很大的。你要亮灯，要看亮。要，来，我先 start 车，亮灯先。亮灯先，我们看这从头看，看一下它车灯啊。还有三粒啊，三粒 LED， 其他也。哇。它就是这个流水式的啊。而且它特点就是这个倒奶滴啊。嗯，对，是倒奶滴的。Nike 的这个 logo， 它就是 for 雷克萨斯 for Lexus 的这个专利啦，就是说你只要认得这个勾的话，它就是雷克萨斯，八九不离十就是雷克萨斯，没有错。我们声音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啦，就是可能我觉得可以吧，讲大声一点，因为没有麦的关系啊，我们要需要大声一点哦。风水轮流转啊，是咯 ，LS 杠没有错，风水轮流转哦，这是真的，这真的没有错。来，三粒 LED 来讲，然后前面也是一样，有 peak crash 哦。对，有 peak crash。哦，有 peak crash 啊，这辆车有 peak crash， 所以哦，没慢是枪对，没慢是枪对。所以你看，杂八烂的东西都有它的。啊，没有错，哎，日月平也给你写个 happy birthday。哇，谢谢。好，感谢日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来，我们继续看里面。看它车的内观。嗯，等一下，后尾有精彩东西啊。不要走开，精彩的这个是我特别搞的，你不懂的、哦、啊，然后后面有精彩东西，看里面来，我们看内观，来，我们看个内观。哇哦，它是有两个 color 啊，巧克力黑色 ，two tone color， 对 ，two tone color， 黑色 brown color 跟这个 black color， 然后油木的 steering。关机掉没有卖，不给太远，不然讲太大太小声。还有一股新车的味道啊，还有一个新的味道，不是新味道，是超很新的味道，不是新的味道啊。我们也爱星星。对。你们知道我们爱什么星吗？我们爱你们的五角星。来 ，brother 们，给一点爱心来，还是你们要掉星星给 Benjamin， 给 Benjamin 生日吗？哦，要送我星星吗？广西师傅，晚上好啊，广西师傅 ，LH Sang， 冰娟小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 ，Jimmy N，Thank you 啊，分享进来的分享一下，等一下我们送你礼物。对，因为人数公开分享、哦，人数100我们就送了。今天就慢热，可是我很热。是我，其实我很想快点上去啊。哦，对，去9.50里数，哇，你眼睛很闪啊。我们只是这样烧过去，你就看到了。准准呢、欸，你厉害。可以，来，我们上车，确认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这呢是2016年的哈，2016年的雷克萨斯。哇！所以它基本的东西，它最基本的东西，它肯定是有的啊。最基本的 safety basic 能不能送？能送吗？来，我很热啊。啊，它有这个，一定会有 pre crash。Lane keeping assist， 然后他连那个 bright spot 他都有哦。哎，陈嘉祥 ，hello， 黄连是什么黄？哪里？黄连什么黄雄什么黄雄？平。黄雄平啊？是吗？对，应该是吧。对，来分享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会送你礼物啊。对，还是你们可以送本身这些礼物都可以的，就是你们送星星给他的话、嗯、记得啊，按一下这个啊，五角星啊，第一粒 meter 哦 ，meter 为什么不是 digital 的 ？OK， 这辆车子哦是 for Vision L 啊，
所以它有分 Vision L， 有分 Premium， 然后有分这个 Luxury， 还有就是 F Sport， 所以哦，每一个都会不一样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第一次接触这个 Version L。哦，你今天没去第一次啊？次 OK， 来，姐生日快乐的，然后顺便分享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送你礼物，送你礼物啊！所以你看哦，这辆车子，如果说你要找很少礼数的车子，刚刚好，就是它了。慢一点，来，我们直接给你看。等等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只有7950哎，哇，非常超级夸张。所以哦，买到真的是赚到。对，你买到就赚到。赚到啊！你赚到笑，你赚到笑，这辆车子啊，因为选配嘛，而且我们选有没有选车来卖的，所以呢刚刚好我们就有那么 lucky 一点拿到这么美的车子，真的是很美，而且它整个都是星星，虽然它2016，对，所以哦，你看礼数就知道了，这辆车子7000多来讲哦，是有点 impossible 啦 ，I think 啦，哦，打不进来呢，人家三个 adjust 嘛呢，哎呀，又不得不得不给 check screw。哦，又不能被抢啊！对，有人送你有75颗星星。哇，是谁啊？还有45颗，谁送？谁送的 ？Randan。哎、hey, 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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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还有，还有谁 ？Alvin， 嗯。哇，哎、hey,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哇，今天很多人送你生日的礼物哎，真是礼物哎，谢谢你们。虽然我们是在荧幕上，可是啊。你们送礼物啊，我们收到你的心意啊 ，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少钱 ，Boss？ 哎 ，LS 杆，等一下我们给一下钱，Boss， 等一下我给一下钱啊。所以慢慢看，慢慢看啊。所以你要买一辆车子，你可能就会说，现在 MCO 嘛，你没有的来我的 showroom， 你一面的跨线，讲看哦，讲看，就透过我们的直播让你看到清清楚楚 ，OK。所以你哪里不清楚，你也可以跟我们讲。对，它的毛都给看到了，它的那个哪里有毛都刚才看到了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么清楚的直播给你们看清清楚哦。所以，对，因为直播没有的，没有的修图，对，也没有的去作假。哎呀，就是这样哦。就是、现场的东西。所以哦，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冰波也是真的。OK， 好不好？来，这辆车子呢，我们转镜头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。有很多的 button 这边啊，它也是有 head UD 哦， head out display， head out display， 跑步 OK，auto 的 auto 冰 auto 开冰哦，就是自动高灯，高灯啊，底下还有一个就是 heater setting 跟那个 view 是360哦，按下 okay, 来看一下，这辆车只有具备有360啊，360的，所以它这个是属于 option 的啊，人数100有没有？还没到，差一点点了，加油！二人数，谢谢，快点！二人数啊！我们要抽奖，我们要抽奖啊！连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些，你看啊，它是属于 optional 的，就是选配啊，不是每一辆车都有的，所以这两个前车主他已经选了的，没有错。你懂什么是 head display 吗？就是抬头灯，看到吗？我有看到。来，我们镜头转一下，很多人不懂什么 HUD， 今天很清楚哎。很清楚，看到在哪里，在哎，我看不到。你是要关一下大灯？转乖一点。哦，看到那个一个哦。OK， 这个 啊，这个看到吗？有一个零、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有个零啊。OK， 对对你指对啊。这个就是 HUD 啊，就是抬头显示器哦。买车有送引擎车吗？啊，谁？哎 ，brother， 什么叫引擎车？引擎车。不明白，好的，讲清楚一点。帮我分享啊，宝乐，帮我分享。卡吗？卡，不会卡。我们这里 OK。OK。Elvin， 哇，新竹哦，哎 ，Thank you 啊，原来是新竹哎，那个 Elvin。对，他给我们。又卡哦，有时会一下 ，OK 啦，这样子 OK 啦。哎，这辆车子哦，来看一下啊。来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个。只要有温度就可以开灯了。嗯，它温度的。对，它不像每个有按键啊，它是没有按键的，就是 touch， touch 啊。哦，非常好啊。哎，
你这辆车子一样哦，它具备了，就是说有这个 Sport Plus， 来我们看一下来 ，OK， 有 Sport Plus， 然后有 Normal， 有 Eco， 好，可以调的，我们可以调 ，OK，Sport Plus， 再来 ，OK，Eco。啊，这些东西我们全部是可以调的，所以就看你当时要用什么模式来驾这辆车子，自己选就对了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虽然是皮椅啊，可是哦，它有具备啊那一个冷气啊，那椅子冷气的。哦，来哪里按？花姐来，花姐这边。哦。啊，这些全部是有冷气的。所以这个 heater 应该是不用到了，对，要烧烧屁股没？不可能啊，我就是用这个，啊，可以用冷气啊，冷气啦，都是用冷气啦，都是用冷气的。所以呢，这辆车子哦，它很多function哦，很好玩啊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而且它这辆车子哦，全皮，然后又two-tone color，对，看到啊，对，黑巧克力，然后它线还是美美的，你看它周围的线。因为如果我们坐久的话，这些摩擦是很快就是掉线啊，所以它这辆车还是美美的，你看，还是美美的哦。哎，人数掉下来了。继续，帮我们公开分享。哎 ，Jeffrey， 这辆车是2016啊，不是17啊，这是2016的。我想开始卡哦。有卡了吗？卡的话哦，你们就可以就是出去再进来，出去再进来啊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直播都会，每一个直播都会卡的，对，这是正常哦。连我们自己看了，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会卡的。所以我们也是时常就是退出去再按进来就 OK 了的。没有错。OK， 来我们就去后座看看，走，来 ，Let's go。太热了，不要事。来，SUV 后尾有电动椅子的，这辆车是有后尾电动椅子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这边。哎，加速一下，摸的。我要。走。有吗？有。我这样按错了，不用紧，这个不会敲到人，不会，它会 stop， 对，它这个是电动，虽然是电动，它会 stop 的，对，它不会就是，再来，我要再下去，下去啊 ，OK， 好，停，来，主播嘟动，要斜嘛，再斜，再来 ，OK， 走，它有一定的斜度啊，一定的斜度，所以你在后座哦，它是很好弹啊。坐长点长途路我都 OK 的。那肯定，如果 RS 哦，这辆车不可以坐的话，我看是没有车可以坐呀。OK。这辆车可以坐，没有车坐，所以这辆车是没关系 ，OK， 我来接。上面中间的那个 ambulance logo 做什么用的？哦，请问。这个是 call out。哦，来，那一个嘞？你如果感觉到呼吸不大好 ，OK， 然后头晕，你试一下，你按一下会不会 ambulance 来救你啊？可以试，可以试，好，应该十分钟就会 ambulance 来了。但是不在这里对吗？很可惜嘞，他只可以在日本用罢了啊，他不能够在马来西亚用，所以他没有的反射，因为他的这一个讲卫星，他的卫星是 for Japan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里是用不到，在日本的话就可以用啊。你就哇，你感觉你中 COVID 哇，不可以，很辛苦，按一下啊，等下救护车来了。有，所以哦，它有那方向，很可惜，马来西亚没有，对，马来西亚就还没有那方向哦。我按了很多次了嘞，他讲谁拖喽？按了多次啊？哦，不可以用那个 button 啊。所以在这边你不管怎按，对啊，你想按能用啊？对。如果我按了会来哦，哎，其实好用嘞，是啊，我们就是说随便喊随便就有人来，哇，对，好玩啊。不过
这个东西的话，如果再买小，我觉得会造成一定的骚扰。真的，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每个人，有的人就会去玩。对，就是按下完了，我们的 ambulance 没影啊，干没影啊。所以呢，这辆车子哦，没有问题哦。然后它的这个空间很大，你后悔坐三个人哦，绰绰有余啊，绰绰有余。几个 A 啊 ？LS 看这辆车子哦，没满很多个 A 啊，所以你看。我们不要看 scoop level 的话，我们看里数就好。里数是一点。对，然后它皮又是一点。对，外观跟内置跟里数啊，我其实就有三个 A 可以拿了。嗯。对吗？哎，哇，有过了100分了，我们开心啊！我们要送礼物了。哦，要送礼物了哦！你们要继续保持这个人数哦，因为我们要送礼物了啊。哇，后座很凉啊，我们坐到都不想下去了。好啊。真的，最近天气超热的。是啊，没有错。好了，我们就下去，我们送礼物啊！送礼物时间，所以现在哦，大家快点一起公开分享啊！公开分享先。对吗？可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屁股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我们的屁股。没有，看一下 Lester 的屁股，不是，是看我们的屁股。哇，对。还没点蜡烛哎！不要被拍在我上面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Benjamin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欢迎的，欢迎的，欢迎的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埋文。萨玛哈里加迪，萨玛哈里加迪，萨玛哈里加迪，萨玛哈里加迪。哎，快点 screenshot 一下。啊 ，screenshot， 我们 screenshot， 我们 screenshot 来。现在有点丑啊嘛！哎，完蛋了，我是谁嘛？你们都懂？懂，都不懂啊？这条水，这条水今天是邻家少女。啊，邻家少女，没有落差，要成长这样。今天是邻家少女啊，邻家少女哦。哦，来，我们给他生日快乐，来，我们 screenshot 可以吗？ screenshot，突然了可以买 Mustang， 可以买 Mustang 了，今天有人送 Mustang， 有人送 Mustang， 今天我们的车全部出到完。哇 ！OK， 我来去啊，可以去买车的。吹啦，吹啦，来，来，我们。哇！哦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你们要继续了哈。来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们才做完工来做才吃。来。哇，我听到布林达的声音啊，对，这样子啊，没有错啊，三号听到了，没有错，这个就是布林达，没有错。所以来，我们就送礼物先。哇，怎么送呢？我们打关键字啊，我们打关键字，对，我们就打四个字哦，生日快乐哦。哇，哈哈哈，来，朋友们，打关键字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我们送你三份礼物。就是否三个人，对，否三个人先，生日快乐，来打赛，哎，生日快乐，有观众可以抽蛋糕吗？可以抽蛋糕嘛？你要抽那蜡烛可以啦，蛋糕不行啦，姐妹姐妹，简单的一粒给文杰吃饱啦，老大不要这样，哦，来我们打上关键字，来我们写个生日快乐，然后我们送你礼物，记得要公开分享啊。啊，公开分享啊！哎、hey, ，Thank you 啊！谢谢，布林达。等一个，拜拜。我还特地跑来一下。是啊，太有心了，我觉得你们人都好好，超好的。今天我们特 surprise 啊！我流泪啊！要感动一下，流泪啊！是啊，我的有点累积啊，我的看不到，看你的那点。来。记得算上生日快乐，我们要抽奖了哦，我们要抽奖、啊。嗯，来，我们送你一个小礼物。来，你们送我们听心，我们就回馈给你们。
我们说回个言，哇，这样多好准号啊！努力一点，大家努力一点，快点说生日快乐啊！记得要公开分享，是，啊、来就可以抽到我们今天的礼物喽。嗯，你们先说完这些，我们继续讲我们的车子，来，来。OK 啊，继续刷啊，继续刷，等一下我们就讲反送，我们就送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们继续刷啊，继续刷，生日快乐！继续刷，继续刷，继续刷，生日快乐啊，四个字吧，容易的。对，来看一下后尾，后尾就是 for Lexus 标准的屁股，不是我屁股啊，不是我的屁股没标准，所以我们看 Lexus 的屁股，我看 Lexus 的屁股啊，这个是没办法标准的屁股哦。OK， 看一下后座。走，这辆车因为它是属于 Vision L， 所以它一定会有 Power Boot。哦，它是一定会有，对，一定会有 Power Boot 啊，一定要有，没有的话这辆车就不行啊，这辆车都不行啊，所以一定要 Power Boot。来，还有就是呢，后尾它后尾有一个 Auto for 收椅子的，就在后尾你都可以收钱，就是啊，没有错，后尾上可以收。我们星星多少克啊？210哦 ，Thank you， 哇，210颗，还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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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辆车没有斯柯达呀，没有斯柯达呀。好，所以后车厢没放够足够放啊，你们要放四个 luggage 应该可以，1、2、3、4个。哦，很大一下，很大一下。所以这辆车子没放装备哦，没放装备。哎，还能说吗？还有人说吗？啊，有多一个新朋友加入。哇，什么号车号啊？两个。我要找个借物，你们要两个是讲好是吧？你发一下，我发一下，你发一下，我发一下。那我们看到其他朋友刷上来好吗？还是有人电话？有、是，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，再进去就有。OK， 来，我们给我们送礼物啊。OK， 来，来我先，我先，我先吧。来，这边。来，前面。今天有什么颜色啊？今天我们的那个这个是什么保温瓶？智能杯。颜色。看一下啊，黑色。会是不一样的吗？都不一样的，我觉得。哪里看哦？来。哦，这边。这。哇，这个好像是 gold color。对。So， 有我的名字在这边的。哇，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哦。是我特别做的，这个是有我的名字在底下的。然后你们要看你们的保温杯有多少温度的话，你们可以 touch 动一下。哎，啊 ，OK， 28度不是82度啊，28度，啊，还有28度，啊 ，touch 一下就可以亮灯。然后里面有一个可以立这个什么？立茶叶的，所以这是我特别定做送你们的啊，因为有我的名字嘛，所以特别定做的。所以颜色不挑款啊？肯定。你看，除了黑色还有金色的哦，金色的。够卡了，够卡了。来，我们要这样子抽呢，记得快点分享，公开分享，我们要抽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可以公开分享，我们可以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抽几个？三份。哇，我现在抽三份啊！快点，一起。我好准备占过份啊！你要看你的要不要？我的这个到一半罢了，你得拿多。嗯，记得刷上来哦。来，再算刷。我的也是这样的，你看我的更惨，因为我用我那家的。应该我那家可以。直接看那个吧。给我一下啊，转一下镜头，转个镜头，嗯，这样 OK 啦。等一下我聚远点 ，OK， 来，我们决定第一个给你。你要，我们给数目字，就是说你可以选十啊 ，OK， 我选一个五啊，嗯，因为我的是五月份 ，OK， 这样我们来倒数五秒。倒数五秒，我们就卡了。对，来，我的是五号啊。嗯，五号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 ，close 啊。Close 啊。打一个 close。我写一个 stop 吧。Stop。哎，哇，我们特地慢了。OK，stop。OK。来，我们第几个？五
个，第五个啊，我的 stock 上面第五个啊，嗯，来看一下，好准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准号，好准号，可是他们看不到我，我们看到呗，他不知道我们。我觉得等一下你要 screenshot 下来，然后你就放在那个你的 Facebook。OK， 好准号，你拿第一份啊，你拿第一份，等第二份。第二份啊 ，OK， 我们选十号吧。这样要重新算过吗？还是我们就是五四三二一，我们 stop 的下面哦，要吗 ？OK， 好。五秒啊，五秒就停了啊。还是三秒就好。都可以。三秒啊，三秒 stop 啊，三二一 stop。Stop 的下面十个啊。Stop 的下面十个啊，还是上面？到上面十个，好吧，上面吧，三个了哦、啊、OK OK， 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个东西麦克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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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克蛋有在吗？但是他麦克蛋你有没有分享哦，我没有看到你写，没有看到你分享耶，麦克蛋要公开分享哦，麦克蛋要公开分享耶，麦克蛋看进去吗？看到机器吗？按不到，按不到哦。哎，麦克蛋，你有分享吗？麦克蛋，有抽到你，可是你有分享吗？看到吗？忘记按不到。哦，完全按不到哈。嗯。麦克蛋老大，你有在现场对吗？你有没有帮我分享？该抽到你的，还在继续打。麦克蛋，记得要公开分享哦，上面有分享者先。嗯。哦，答生日快乐，朋友们，记得要公开分享，要帮你们的。名字上面是没有一个分享者哦，你看，来来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啊，看得到吗？假如你看啊，这个是谁？我看不到，你可以帮我。Jack Wu 啊，你看 Jack Wu 他就是有公开分享，所以他名字上面有一个 share 在上面啊，然后没有公开分享，上面是没有东西的哦。嗯。所以要记得公开分享哦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哎。来，所以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就问他，我就问麦克，你有在对吗？你到底有没有分享？你不要再写了。有没有知道你公开分享了没有？是啊，来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到底你……哦，他到现在还在打。麦克不要打先，麦克你回答我们的问题。不要紧，我们不要理他先，等一下我再问问他。Okay. 来，第三份。OK， 第三份啊，三秒，号码八喇叭。给大家远点，近一点，远一点。远点，远点。对，二十四哦，减八二十四。哇，真的要到二十四啊？可以二十四啊？哎、欸，我们倒数三秒，然后我按 stop 了过后倒数的二十四个。OK， 来三秒啊，三秒，三二一。好，我写个 stop 吧。嗯，我写个 stop。OK， 有，可是怎么看不到你分享的上面？你看每个都有分享者在手上的哦，你没有哦。二十四个。OK， 我算小 stop， 我倒数上去二十四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，哇，二三。二四，哇，又是麦克啊！爬头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抽到就不可以啊，再烂给别人，烂给别人。每个人有一次的得奖机会啊。哦，这样要第几个？该二十四又是麦克哦。我们放十五吧。十五啊。啊，十五来。十五的话，这样子我再写多个数就好了。到不了啊。OK， 哇，真的是很多人写生日快乐。OK， 来。第一环节的最后一份啊。嗯。来，我算了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这个怎么吗？好蛋，好蛋啊，好蛋，你有分享吗？好蛋，好蛋，你有公开分享吗？好蛋，好蛋啊，好蛋，你有没有公开分享？因为我抽到你哦，好蛋。你分享了的话，你给我知道，然后请你 WhatsApp 给我啊，我们 WhatsApp link 在底下。
这样多祝福开心嘛。波当问你。很开心，超开心，你们帮我公开分享我更开心。哦、是是是是是是。OK, 好，三份我们算是送出了啦。所以等一下你们 screenshot 给我。对啊，豪尊号我刚才你拿到了吗？对啊。你拿到第一份。你是第一份豪尊号，你是第一份啊。OK, 所以第一环节就到此，等一下还有第二环节的抽奖哦。我们还有啊，我们还有啊。所以大家先公开分享，等一下就不用担心。嗯，好、哦、等一下我们再抽多一次。来，我们要讲车了。OK, 哇、wow。我要讲车了啊。我们看接下来一下我猜。嗯，没有，我们还没有讲价钱。我们还没有讲价钱。哦，我以为要换接下来一点。没有。价钱还没有讲啊，等一下你变量啊，这么讲到完，变成说好像改搞送礼物吧，然后不卖车。忘记哦。啊，不用紧，好，今天你最大，今天最大，我们原谅你，我们会原谅你的。所以要加钱了吗？对啊，我们价钱是2016年的这个 Vision L 黑色，来我们给贝大钱。加钱是269888。269888，三年保家，三年保家。三年保家。对 ，LS 杠还有在吗？他刚刚应该没有。哦 ，LS 杠应该可能会在，不用紧。等下如果你不在的话，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。还有刚才抽到礼物的 ，please WhatsApp 我在底下，然后 screenshot 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我们就讲第二辆。哇，我也是很期待的这一辆哎。我们讲第二辆啊，我们讲第二辆，因为这辆车是刚刚稍稍把路搞哎，修修，我跟你讲。修修哎。啊，而且前所未有的这个颜色跟 spec 会不一样，因为这辆车虽然是野马，可是呢，这辆车非常野。还非常野、啊。非常野。普通的野。没有错。它是非常野。给你讲先，我要试火。OK， 来看一下。而且哦，它已经有这个 sticker 了哎，不用再去特地再去粘了哎，就是不用再花钱去粘了。然后这一款的我超喜欢它的灯，它的灯是很特别的，它的车头灯。我们先转一圈先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给它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它的轮胎，给它看一下。哎，没有声音啊你，这么近啊？哎，我很想快点进去。哦，很想快进去，太热了哈。等一下给他们看，已经有这个 sticker 了，不需要再花钱去粘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热。原本的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辆车原本很多人都会要求是花钱去粘过 sticker， 粘过 sticker， 可是这辆车刚刚好它有粘好来的。哎，它已经粘好来，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再烦了。没有错，我们看车头来。看车头先，我上车先。OK。哎，不要不要吗？不要上车先，看车头灯。哎，格子。哇。哦。亮灯了就更不一样了哦。碎碎嘞。所以哦，你们注意看哦，这个头有点不一样。这个头有点不一样。为什么平时它的灯都是这样？OK， 所以你们注意看哦，这个头哦，它好像什么动物的嘛？来，我们给你们猜，这个车的样子像哪一种动物？它像一只动物来的。我敢告诉你，你这样看你就明白了。我们该看多两秒。希望你们的角度，你们觉得这辆车现在的样子像什么动物？哦，像什么动物来？这辆是 2.3 啊 ，EcoBoost 啊 ，EcoBoost 2.3 的。生日扣价钱，生日的话应该要加价钱了咯，因为要给他红包嘛。顺便给红包。啊，哦，My God， 就是这样了吗？那你生日扣价钱的，生日就要给红包。如果你生日，我就扣给你啊。今天他生日吗？所以你们要加红包给他，这样可以吗？睡不？睡不？这样情况，等这样麻烦哦。有人写像河马。像河马。这两个不像河马，河马长这个样子呢？审美观不一样。Oh, okay. OK， 所以呢，这辆车子哦，它像眼镜蛇，注意看，对，注意看啊。OK， 这两个是它鼻孔哎，它的鼻孔，眼睛，哦，所以它是像眼镜蛇。我跟你啊，很够力一下，很够力一下啊。OK， 哇塞。
OK， 我们进内观看先，因为这辆车子哦，内观不一样，看那是马先。不止外星美，内观跟大春。OK，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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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看里面先。迫不及待呀、啊！看里面先，看里面先啊！来，我们看那只马，那一只马，亮着的，对。走，它只要一开门，它就会亮这只马。哦。啊，这只马它亮着的时候就会开了。就是这一只。是，没有错，这只马不一样哦。OK， 来，我们就刹车先，看前面。来。把你们耳朵张开哦。没有，还没有正式踩，等一下再踩，等一下再踩。那、哦、只是开始罢了。是是，热身热身，热身罢了，还没有正式踩，还没有正式踩哦。可以嘞，来，有要找马斯丁野马的，所以肌肉车你就要看这辆车了。为什么叫肌肉车嘞？它就是很有线条的车子。对，它不是 normal 啦，是有线条啦。通常我们看得到车子是要么就圆圆。要么就四四方方 ，OK， 这个又有圆又有棱角，它就看好像就是马车一样，所以叫做 American Muscle 肌肉车啊，肌肉车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来看一下啊，看灯下，来，眼镜蛇的车灯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是它会像妈妈，然后呢？这辆车子哦，有19寸的 spoiling 啊。哎，来说啊，哎 ，thank you 分享啊。我们看一下，19寸的这个 spoiling 呢，它有配一只红色的东西，你看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个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 Brembo 的地啊 ，Brembo 的这一个caliber， 就是我们讲红色的鲍鱼，鲍鱼在里面呢、啊，鲍鱼在里面。这只鲍鱼哦，不一样哦。对，这只鲍鱼不一样哦，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它也是算是选配的。哦，它不一定会有的。对，通常我介绍的几辆车都是原装的 bred， 可是这辆车它有料，它加了这个红色的 Brembo 对 Brembo 的这个鲍鱼，所以呢就啊要买的看多几眼啊，看多几眼。好，来我们就看看里面，再看里面。看多一次啊！哦，所以是代表它的那个马就会亮起来，对，没有错。里面是全皮椅啊，这个是 2.3、5.0 都是一样全皮椅的。后尾还有两个座位。后尾还有两个座位。哇，都清楚了啊、哦！所以呢，两个门。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耶，无框镜，对，没有 front 的啊，无框的这个啊，无框的啊，这是两个门，对，必须要有的东西，所以它就是没有 front 的东西。哎，我们关下来。OK， 我们给寿星婆上车，先给他第一次看到野马啊，我们给他试坐一下，啊，完成他的一个心愿来。哎，关上门。舒服，我要开个 aircon。是是是，没有啊，现在很热，真的是很热哦。aircon 在哪里 ？aircon 呢？加减。OK， 还有加。来，感觉怎样？舒服啊。舒服哦。椅子是够大张的。椅子够大张啊？对，椅子够大张。你整个就是。哎呀，不会怎么形容，就是好就对了。就是好就对了啦。对，舒服。就是舒服啦。舒服。哦，来，过来。踩油更好听。所以你看啊，两个门的这一个哦，肌肉车哦，它很大片，它很大片哦。所以你看很清楚啊，很大片。送你多一个马上的字眼。
哇，它的什么颜色？紫色。紫色。它配紫色来呀、啊。尖尖尖尖的紫色。是，没有错。五、哦，七零。来，我去隔壁，我去隔壁坐坐，我吹冷气。开凉一点啊。踩呀踩呀踩呀踩，谁要买我的青菜？哦，这首没有听过。没听过？没有。阿牛的歌。这首是阿牛的歌的。OK， 来看一下这个呢 ，Steering Multifunction 马的 Steering 啊，这是马的 Steering Multifunction。这里就有一只马了。哦。然后 Pedal Sheet 一定要有了 ，Pedal Sheet。有人讲采油诶，是啊，采呀、啊、采呀、啊、采呀、啊，谁要买我青菜啊？我讲，我可以采吗？可以，可以稍微给 test 一下。我 test 啊，看我那边来，去后尾，去后尾踢一下。它的 interior 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哎，我感觉有点不一样哦，真的不一样。它等一下引擎盖开放的时候哦，它的料哇，你会觉得 哇, 哇，买这辆车 get 大吧，我跟你讲 get 大值得啊，我没有骗你啊。因为呢，它这辆车又有多了一个boost 跟这个 vacuum 在它的这个 meter 那边 ，meter 中间。哎，来我们看一下 meter mileage， 看到 mileage 吗？看到吗？OK 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 Vacuum 跟这个 Boost， 这辆车子有这个东西哦，会比较不一样的，会比较不一样。还有附加这个东西，还有附加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那个引擎装了那个柴油的。嗯，这辆车子稍微有动了一点东西啊，所以它会跟以往你所看到的 Mustang 2.3 会有不一样，会有不一样。张龙人问什么年份？哦。这辆车是2017年 Duolibu Dojo Blast 2017 year， 而还没有注册的啊。哦 ，Eddie Wong 送了45颗星星。对 ，Eddie Wong， 谢谢 Eddie。Eddie Wong，Thank you。哇，那你拜一送金就送啊？哦，哎，那拜四送金就送，实在好啊！这是新主啊，这个应该是他是动星星的，还是给星星？哇，好啊！哎 ，Thank you 啊。去摘星星。啊，摘星星的，对，他应该是种杨桃的。应该是他，应该是杨桃的原主哦，杨桃的原主啊，所以是给星星，是给星星。哇 ，Thank you 啊 ，AD，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麦克蛋讲爽啊，对，没有错，这辆车非常爽。可是啊，真正的踩油哦，等一下我来表演会比较会不一样，因为那个 skill 要有啊。所以玩的是比较斯文。你不懂要这样子去玩那个音乐，正常哦，我们觉得是正常的，因为通常这种车子哦，男生会比较厉害一点点，嗯，厉害一点点，一点吧，一点啦，不可以讲太多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等下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然后呢 ，mileage 这辆车子跑多少钱？来，我们看一下 mileage， 我们看一下 mileage， 38631，38631啊，38631，而且我们上面有这一个for Ford。他 service 的这个 record 来看一下 ，OK， 到48000你才需要换，这个是 for 他们来的时候就有这个 service 了，啊，所以这辆车子你可以不需要 service 了，我觉得啦，不过还可以加多一个1万，对，可以加多个10000里数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原装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然后哦，它有这个 shaker 的那个 sound system。Shaker Sound System 啊，然后呢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辆车有没有一点好像划时代感的那button？这个，它有一点这个叫什么？是什么？铁铁的感觉。铁铁的感觉啊，OK， 这个就很金属哦。啊，金属感。很金属感，这个你没有觉得像开飞机这样没？直接顶上去是吗 ？OK。好，所以他做到这个很立体、很爽的这个东西，而且很多 mood 啊，很多 mood 啊，就你要什么 mood 都有，你要 for 你的这个 sport mood， 哎，我们看一下来，看一下有 sport plus，
OK， 然后有这个 Range Trade 啊 Snow Normal， 这个是 for 你的驾驶的这个模式，你可以去兑换哦。以前的车设计是说这个车比较复古一点，复古一点啊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 Styling 哦，它可以改的，不是改的，它还是可以加的模式。哦，换模式在哪里换？哎，这边哦，也是这个。嗯，来，我们注意看看，我们看米特啊。哎，它有这个 Normal， 有这个 Sport 跟 Comfort。它有三个的模式一样，它可以换的，所以哦，这辆车子它比较有的玩，因为 Mustang 嘛，对 Mustang 嘛，那你不无聊？那你不无聊啊？我一点都不无聊。哎，你坐这个感觉怎样？坐舒服很大，而且呢，它配有两个都有电动椅，对，我这个是有啊。对，在这边调就可以了。啊，哎，我看观众要睡觉啊，感觉上睡觉，还是今天有什么大的直播吗？因为可能明天是开始了，对吗？没关系哦，每个在家里吗 ？NCO for NCO start， 明天是明天吗？我们今天一样吗？哎 ，brother， 帮忙分享一下跟 like 一下，我们给点热，好像人数经济这样，战车这么热，你们这么近，哪里可以哦？配不到，这样美的车子，你看我难得选择这么美的车子来给你们直播，来，好、哦，帮忙下来。来芝麻的哦。是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辆车子哦，它还有一个很复古的一个设计。对。哎，很少会看到在江上面的地方。Handbrake 啊，它的 handbrake， 然后它不是在中间，它不是在右边，它在左边，它 for 这一个。很先进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他一防哦，driver 跑太快，隔壁这个哦，紧急刹车。哦。所以他设计这个，赶快就刹车，因为跑太快会怕。太远了。没有啦，这个设计呢是否你可以玩 Q 椅的。Q 椅是需要这个啦。需要一点点啊。我是不会的。我肯定也是不会，所以他需要用这个来 control。不过他这个是需要，因为它是两门，而且他是跑这个后轮驱动车。所以他需要这个 design。原来如此，又学到了。这样情况。哇、wow, 哦 ，Mr. Gun 刚通信，给我们45颗星。Hello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啊。总共300颗星了。哇，300颗星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今天你们掉的真的是干嘛？真的是干嘛？真的是厉害。哎，怎么？麦克蛋想抽奖。麦克蛋。还没有啦，等一下，我们给你急，不要这样急。哦，我们看这辆车，所以呢，你们又想要找一辆Mustang 2.3，然后稍微有一点变动的，就是它的声音，还有它的外表的话，你要看这两，因为真的是很少，真的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两个门的车子哦，没有多选择，然后也不会很大，可是这辆车很大，而且每一辆都不一样，是吗？都会有一点点改变，一点点差一点东西，差东西，所以呢可以买。哎，而且这辆车是我们讲啊，两个门的车哦，会跑的啦，会跑的啦哦，这辆车算是很经济了。哎，真的。很经济，我告诉你啊。那价钱真的是。对啊。会让人想不到吗？对，因为一般上两个门车子，我们都要讲300多千啊。最低是吧？啊，300多400多。可能这个GTR 叫500多600多，这两哇便宜咯，不需要那么高的价钱，哦，非常值得啊。好，而我们看一下后座，来，我要先出来。哎，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它是讲移的嘞，它是讲移嘞，研究一下，该不会是拉吧？哎，啊，这个车子啊。哎，他Mangeli 习惯那种哦，有电动的。对，我以为可能就这边一个按钮还是什么。哦，没有，这辆车它很复古。哦。它很复古，你知道吗？它就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就这样做了，它就这样了。来，看到后座。上个拜四我坐过啊，这个拜四我不要坐，我给人看，来，看里面。
它里面啊，所以它里面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，不过可以啦，还是可以做人的。哎，那个好子他问，野马和马分别在哪里？野马和马的分别啊，就是呢，一个是会动的动物，一个是死的。一个就是死，一个是。对啊，对啊，一个是动物吗？一个是工具。啊，可以吗？好子浩，这样的答案可以吗？帅啊！帅，应该是跑得可以很快，可以很快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，两可以操控，两个都很快。OK。以前的人是用马嘛，是吧？现在的人用野马啊，就是用脚踩就好了啊，不用上面骑了。这是以前和现在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是。然后我们看他的这个这辆车，他的那个什么曲线感，就是火肌肉啊。还有这样的弧度的哦，对，它不是平啊，它是有弧度的，对，它有一个弧度，加多一个 spoiler 去大尾翼，这不一样啊，加多个大尾翼就是没有，然后 adjust 它 adjust 有改过了，它 adjust 改过了，这个不是原装的，原装不会这样大力，而且还有两力哦，啊，左边跟右边都有。法拉利啊，哦，法拉利那个马不一样，那只马它打的油应该是run 100的，它会跑，这两只打95的，所以没有这样会跑。好，好，之后可以马上讲。哎，子爷，你这样车屁股没开过吗？你还没。然后我们给我们的寿星婆啊开他的 bonnet。不用急啊，学嘛。哎，摸到了，给他摸到了。哎，哇，这辆就没有配搭这个上乌夫，它有上乌夫的。哦。啊，这辆就没有配搭，没有上乌夫，所以哦，它就每一辆都不一样 ，option 东西嘛 ，option 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它是后轮驱动。对，后轮驱动。它有打压哎。啊。Sportling 一粒给你。Sportly， 答案是野马是不听话的野马，马是听话的马，我不觉得咯。马是，我不觉得咯，是吗？不觉得咯。Grey Gen Chao， 哎 ，brother， 这刀没有 Gen Chao， 这里只有王子，这里只有王子罢了，没有 Gen Chao，你来错台了，我觉得，要打屁股啊。真的是来踩我的台啊，老大，你这是来踩我的台啊，要打屁股啊。哦，你看我标题跟我的名字样子都差得远了啦，那里可能是赶超，哇哦，北大了，看到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很差很大，差很大嘞，老大，这个叫名字啊，站着的马有吗 ？Brian Lee， 站着的马可以啊，你要吗？你确定要吗？在这儿吗？我凿子给你。你可以变。我们凿子给他啦，我们没有的，我们就讲到有。OK， 没问题，来。啊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踩一个油。刚才视频就是踩，但是我踩。对，我要听看有什么。稍微我踩一下薄不一样，所以要听声音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王子踩的那个油哦，跟本决定的那个踩的油的声音的分别。会吹它不会吹、啊、真的有分别，真的是很厉害啊，我们 vroom vroom， 我们要有点节奏感，要节奏感，不是嗯这样子罢了，不是，就是这样踩，要一点节奏感，是不是？可以来永平威风一下哦。麦克，你定它，你就今天 on 它，然后我就这样子给你、哎、
然后你去转一圈，微风掉，可以吗，麦克 ？On 啊，然后你就写 Mustang 加 E， 睡不？睡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你啊，等你打上来。对，好，麦克，然后我顺便拿你的礼物，因为你该分享你拿到礼物。哦，还抽到了。啊，刚才你们拿到礼物的 ，please screenshot， 然后 WhatsApp link 在底下。我好像还没哦，这种没抽到，应该是有了。应该是有。我的那家电话在那边吗？哦，麦克当然是有 share 的。458-14700。哇 ，brother， 458，你的那只法拉利啊？法拉利我这里没有车嘞，美女加一。嗯？流汗哦，这位美女加一的。美女哪里来？哦，还要买美女加一？哦，他不要马上加一，兼寿星波没有卖。就算没有新直播也买不到，不可以不可以，这个非卖品啊，暂时是这样。好 ，OK， 我们就看一下这辆车子的心脏啊，我们就一个环节看心脏，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值得买？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它心脏。要很烫哦。嗯，非常。现在是非常烫的时候。哇，然后它的一个传说中的魔夫山。对，来，超级大力。这个叫什么？魔夫啊。你不接受蘑菇呗？超级像啊！掌声啊！哦，掌声 ！Ecos， 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条水一定是有啦、啊。他坐车了吗？那个他坐车了。来看一下，你们要改车的。不用改了，改好了，改好整理了。所以你这边听哦，它的 adjust 啊又会不一样。你看我稍微加点油，你们听看那声音又会不一样。它会不一样，这还行啊。来感觉它就是细风吗？吓到！你有吓到啊？是。啊，细风吗？因为它细风一带大，然后后尾又啪啪啪啪，所以呢，这套 adjust system 改好了 ，brother 不用再改了，所以是不是完美？所以我讲今天这只马呢，非常的野。然后那个 Brian 就讲，这马要购买的话，多花100K 改装会更漂亮。肯定，你车这种车不没有改啊，你就不如推下海。我觉得是这样啦，所以 OK 的，这是。是。OK， 来，我们给个价钱，在2017年，反正如果说你们要找的话，你们要买的话，赶快，因为这两台有 modify 好的，就是101点嘛。哇、wow。好不，刘星，给价钱。价钱是257,888。257,888。哇，不超过260哎。对，所以200多千玩这种车。而且又310匹马力，好玩 ，top speed 多好啊！top speed 9，top speed 等，不要看小超啊，极速250，对，250km/h，所以我预计啦，这辆车的马力应该不止310匹，因为它改好了。哦，就是我们还没有改是310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已经改好了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能就会超过了。开出去一到东营战神就哭了，来的东营战神是战神呢，这只是野马罢了，它还没到神级，不一样。好、哦，有 warranty 吗？你要买这辆车，我 warranty 送你，没有问题。用 BTC 买可以吗 ？Bitcoin 啊 ，sorry， 记得打安倍 Bitcoin， 记得把该ringgit 马来西亚台币啊，来的 Bitcoin 没有。Bitcoin 没有 ，sorry 啊，真的，我是想要用 Bitcoin， 我用 credit card 是可以啊，就不要 Bitcoin 啊，可以吗？
好 ，OK 啦 ，OK，OK，OK。好嘞 ，OK。来，我们讲回地点，我们就广播，我们要去吃蛋糕了，我们要广播。要吃蛋糕了。价钱是26988。它最 basic 的那些 safety 啊 ，safety basic 都有啊。哎 ，Benjamin， 今天要下雨哦，凉凉哦。该很热哎。是啊，该很热啊，在很热。是雨滴声吗？对，没有错，真的啊、没有错。我们要来。真的、啊。朋友们，找野马，或者是找雷克萨斯，等一下请 PM WhatsApp 我。WhatsApp 底下啊 ，WhatsApp 的底下，所以赶赶啊，而且车子不多，车子真的是不多，是要得要快哦。嗯，哎，我们直播多久啊？1小时15分钟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人？好，正好要吃。今天吗？哎，没有，这个是你写的。哦。是好正好要吃。好正好吃啊，要来哦，来哦，没有啦，现在吃啊，不要了，下次请一次，下次请一次，可以啦。这样我们就不、okay. 我就关播啊，没决定。OK。好，我们就祝我们的赵新婆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、啊，谢谢你们今天的祝福，还有你们的星星。对，超开心了，谢谢你们。OK， 这样我们关播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See you， 拜拜。